警长，警长，我是黑猫，老鼠已经逮住，是，立即归队，黑猫明白。走，姐夫，小儿，哎呀，真的是你呀，姐夫！哎呀，怎么会是你呀，小儿？赶快给我打开问题！哎呀，你真是，你真是。 你怎么能够聚众放黄色录像呢？没有，那可不是我放的呀，我你看也不行啊！我其实看都没看着啊，我一进去，人家都开眼了，那电视里那个女的刚把门打开，你就进去了，我进去了，不是你就进去抄黑窝去了，小二，你说你看那玩意儿干什么呀？我没看着，而且是第一次，你说，我们那个点可不是盯了一天两天了啊。 那你看见我了？倒是没看见。就是嘛，我真的是头一次，而且什么都没看着。你看，你那定个什么罪？真的是第一次。我真的是第一次。可是我今天也没看你进去啊。那是戴着头套，一般人认不出。你不是第一次啊？我这么说了。走，找派出所。就是第一次。走走走走走，你这就这么一点事儿，你看干嘛？小二。 你这是六害之列，你知道吧？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一直在抓，一直抓我，抓这些问题，这关系到啊，这关系到。我认为你能不能别给我上大课？不是这些问题啊，你是不是有瘾？不是，哎，你要有瘾回家跟咱姥姥说去。干嘛跟姥姥说？姥姥耳朵聋，她听着心不烦。你看你说话那个样子，你这，你别废话，这家里都等着过年呢，你快给我打开。 小二，这是别人我就打开了，因为你是我小舅子。对呀，打开不等于徇私情了吗？我说你这是不是有病啊？你这人，啊？怎么有病？你和我姐不是还没登记呢吗？是啊，哎，咱们在法律上来说不是亲戚关系，哎，法律是法律，我们要尊重事实。 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你和我姐有事实了？哎呀，不是不是，哎，我是说，我跟你姐事实上已经这不是还是有事实了吗？你怎么能往那儿想呢？哎呀，你怎么着？走走走，你跟我走。小，走，干什么？上派出所去。干什么？找你们领导把这事实说清楚。哎呀，小二，走。哎呀，哎呀，你姐是自愿的，哎，不可能。哎呀。 我跟你姐事实上一直在，谈恋爱，啊，他怎么着谈恋爱？那可是正是废话呢。走，你轻点成不成？怎么了？脚崴了，知道吗？那刚才谁叫你跑那么快的？谁让你追那么紧的？你不跑我能追吗？你不追我能跑吗？这还是我的不是，又不是我一个人看录像，你干嘛非追我不放？不，这能怪我吗？黑咕隆咚的就你那辆，我顺着辆不让就追来了。 行行行，你也甭废话，要揍也行，去给我打个的去。干嘛？上派出所啊？打的去派出所？要么你给我揉揉，你揉好了我跟你走。拿个脚，这个，轻点，哎呦！看看好了吗？哎，还真是好了。是，行，你再把这个打开就算齐了。 小二，你别胡闹好不好？这不是在家里，你给我打开！我这是在执行公务。别那么一本正经好不好？再说你都听见了，我这刚才已经向领导汇报了。不就是那个警长，警让我是黑猫啊？你再报告一次。怎么报告？你就说，警长，我是黑猫，老鼠十分狡猾，让我一不小心就给丢了。丢了？那丢了，我们这黑猫是吃干饭的。 行了行了，不放你不放，干什么你黑猫黑猫的，我堂堂的陈小二怎么到你这儿成老鼠了？那是你的代号，你才是老鼠呢。我怎么是老鼠？你就是老鼠，我解释黑猫。你见了我姐，你就像那个老鼠见猫似的，瞧那个样，娟儿，娟儿。行行行行行，我就那么怕你姐，你不怕？我姐说一，你敢说二吗？ 我不说二，你敢吗？我就不说二，就不说二。每次我姐让你给我们家拉煤去，你敢有个不字吗？我那是为了锻炼身体，锻炼身体。每天一到礼拜天，给我们家打
把床单子被单子咔嚓咔嚓一洗，一天连个怨言都没有，也是为了锻炼身体。你妈说了，我洗的比洗衣机洗的干净多了。算了吧，我妈那是为了省电啊。你就敢不先和我姐商量商量啊？我当然要，我先把你送进去，再和你姐商量。怎么着，你非要把我弄进去？小二，就你这点事儿吧，进去认个错，说说清楚就完了，就这么简单啊？就这么简单？早说呀！再打个电话让你们厂长来领你，对不对？什么？让厂长领我？我不去了。怎么了？不能去。为什么呀？这事儿不能让他们知道。那怎么？我现在是刘厂查看期间，我就……哎呀，你还犯着什么事儿呢？不是让他们知道了，那非把我开除不行！我这么大工资，连工作都没有，我不行，我不行！你看，你现在知道了吗？完了，那你说让谁来领你吧？你说吧。家长成吗？家长也行，那就是你了。这我怎么成的？你是我姐夫。啊，不，我和你姐还没登记呢，在法律上不是有事实了吗？哎，你别这么说，不是，这不是一回事。不，我承认了，你就是我姐夫。姐夫，你接我去啊，你把我领出来。啊，我把你送进去，我接着把你领出来。哎，有点麻烦了，是吧？不是，你直接把我送回家不就完了？哎呀，小二，你就进去说说嘛，能说清吗？怎么到里头去？那没事都得说出点事儿来。没事儿怎么能说出事儿来？他就是因为现在没事儿，他一说不就出事儿了吗？哎，这我们是讲道理的。再说，那还有我吗？你呢？你以为你自己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呢吧？啊？那派出所里上有所长、政委，下有班长、组长，你算老几啊？这你就不了解情况了，在所里处理问题，一般我不发表意见，那是轮不上的。但只要我说话，跟没说一样。只要我说的对，不可能照办。哎呀，你想啊，混了这么多年，你连个组长都没混上，还说什么呀？是吧？这不能论职位的高低吗？你也就蒙我姐还行。我怎么蒙你姐了？你没蒙。打从年初你就跟我姐说什么？哎，娟儿，我可能马上就要调一级了，这都年底了，怎么还没动静啊？这，他领导上有个统筹的安排吗？你呀，我算看透了，你就是耗子扛枪窝里横，也就欺负自己家人拿小舅子开个心还行。哼，你别一口一个小舅子，怎么着？我就说了，你套什么近乎？什么叫套近乎？我今天这小警察就和你铁面无私了。怎么着？走。干什么？走。我不走。你走，我得抽根烟呢。我说掏不出来，你给我打开，你给我打开，我把烟掏出来抽什么？抽烟我跟你走。来，好，我这有。什么呢？国产的，丢不起那人。哎，你不抽算了，你不抽，走。嗯，哎呀，你是又怎么了？我这后背痒呀。你看你那是事儿吧？我说你给我打开，我够不着啊。忍着吧，你看我这够不着。忍着吧。哎，好，我给你挠挠，行不行？不用你，拿，隔着衣服能解痒吗？哎呀，你的爪子冰凉冰凉的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你跟你那赶上窝里捂一捂。真是的，你。哎，我也凉啊。好，来，你给我打开，我自己挠，挠一挠不就。哪儿？上面啊，下面啊，左面啊，右面，到底哪边？全方位的吧。哎呀，你也得有点重点呐。重点在哪儿？就这儿。哎，对，是的，就是的。使劲儿啊你！嗯，我这都痒了。那我给你挠挠。哎呦，用不着你。呀，你怎么能带？你看我怎么能带？真是的，谁挠着不是挠着？走，走，往哪边？往这边走。你那边绕远，这边近。干嘛从那儿走？这边还能路过家门口呢。哎，路过家门口干什么？走。
怎么着？我不得和家里打个招呼？大过节的，人都以为我失踪了。你干什么？你这个样打什么招呼啊？那怎么办呢？啊？那家里以为我失踪了，不还得到派出所找我？不行，你怎么说嘛？怎么说？我就说，哎，妈，姥姥，这位民警同志送了我一副金手镯子，就是连一块儿的。他还说，你要带我到所里去住个十天半个月的，年是不能在家过了。回头抽空你们给我带点好吃的送上去。你不能这么说，这你知道咱妈的身体。别咱妈的啊，那是我妈。啊，你妈身体，那没关系，不就是心脏病吗？要不然让她看着看着。再说了，咱姥姥的，别咱的，套什么近乎？啊，你姥姥的，你姥姥的。咱姥姥的，别咱的，你姥姥的，你姥姥的。我应该怎么说呢？怎么说你就说咱们姥姥的，这不一样吗？你就说他老人家啊，他老人家有脑血栓，没关系，说不定让你这仪器啊，还嘣一下就给气通了呢。哎呦，我告诉你，嘿，那咱家过年就热闹了。走啊，好姐夫，走吧。哎，你要这样，我怎么再见你姐？你放心，以后你再也见不着。哎，你不得去。好，让我妈也看看。瞧这女婿啊，多英雄！今天就把小舅子就铐走了，明天就是丈母娘，后天就是我姥姥，大后天……啊，对，你得把我姐留下。小二，你们好过小日子啊！以后你就是我们家户主了。你行了，我算知道了，什么叫以权谋私。什么叫杀人灭口？我揍你！我打人呢？你还想？你打？你打？哎，今天你不打，你这小舅子！我打你！你说我怎么摊的这么个小舅子？别说这个啊，你还没结婚呢。朋友们，你们说，像他这种情况是应该放还是不应该放？放啊！放吗？这位大姐有政策水平，人家放。别叫人家大姐，人家才五岁。人家辈儿大。大妈，你说的。哎呀，我看你们大家也没个准主意。这样，我再问问他，小二，你到底是不是组织者？是什么？不可能的。不是，真不是。这真不是。反正跑了和尚也跑不了庙。那本来嘛，你是。刚才你不跑，我也不至于给你铐上。真 是的。我说啊，放了我啊。那明天中午我请客，回去办点潮州城，带上我姐啊。哎，别走，留个案底，明天不请客了。姓名？死心眼儿。死心眼儿？不是叫陈小二吗？知道你还问呢。性别？瞧着办吧。家庭住址，家庭住址。问你呢，你一天跑八趟，你问我啊？你明天写份检查送到派出所，这事儿找我姐说去。你姐没空，那还有你呢？我怎么能？谁让你当我姐夫的？好好好，哎。家在这边，我得拿东西去。什么东西啊？我录像机扔路边了。你还是组织？